好，我们看看第七题啊。它一物沿阳角为30度的光滑斜面底部，以10公尺每秒的初速沿斜面上滑。另外一个物体则以10公尺每秒的初速，以阳角30度斜抛出去。则两者由抛出到最高点所费的时间点。这两个是不同题目的要你做比较。他问他的这个时间比那这个 T1 就叫 T2 好了。我们看这个 T1 呢，我们用等加速度运动来做。我们知道这物体在这斜面上的角度多少？就 G cosine 这角度就等于 sin 这角度。这角度的方向跟速度方向相反。那我用那个等加速度运动公式嘛，抛到最高点速度等于零，就末速等于零嘛，零等于 v 零加 at 嘛，a 现在是多少呢？减掉这个 g，sin 30度，cosine 这个角就 sin 这个角，sin 30度 t。好，那这样我就知道，这是二分之一嘛，这 t 等于多少？z 的话等一下应该可以消掉，可以比掉，就是二分之一 gt 等于十啊，这应该是 t1 所以 t1 等于多少呀？20除以 g。好，再我们看 t2 的，t2 的它爬到最高点它时间 t2 等于多少？等于 g 分之 v0 sin 西塔。v 零是十嘛，sin 多少？西塔30度，这是二分之一嘛，五了，所以是 g 分之五，所以我就知道 t1 比 t2 就20比上五了，g 消掉，就4比1，20比5就4比1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。